疼啊！哎呀，小黄老师啊，可以了，这毕竟是个演员呢。我晚上不吃主食。谁作为演员敢吃这么多主食？被沈腾笑死了。向往的生活吃饭时间一到，腾哥就一本正经地说，我这样的演员到这个点儿我都不吃了。黄磊给他盛饭，他也是一推再推，说自己毕竟是个演员，不能多吃。可下秒立马自打脸，暴风时期入美食，吃完还自己找借口说啥本来不想吃的，但是想拦住这些年轻人吃。还有黄老师做的东西怎么能不吃完？万一观众觉得不好吃咋办？你是想拦住这帮年轻人吃？还有一点，我的点是我黄老师做的东西怎么能剩？没错，那观众就会说他不好吃。没错，我不也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我一会儿抠了，但我得把这盆子吃完。不愧是长在我笑点上的男人，分分钟把人给笑死了，好想让他常住呀。